国庆假日8月31号，然后跟我一个女生好朋友一起到浪中岛旅游。这次的 resort 也是朋友推荐的，是那种全包式的，就是你只要人去了就可以好好的 enjoy 那边。在登嘉楼的机场，只有一个行李袋。Q。Hello, morning. 到了之后，他们就会来接我们坐巴士到码头，然后再搭船浪中岛。等一下再搭40分钟，就可以到小岛了。然后跟他们下去游泳，可以？你敢吗？可以啦，但是我确保我今天不会断是手上。感觉还不错哦，只是后面很刚蹦哎。对，扣扣扣，打扰了。还 OK， 我觉得干净。对啊，干净就好。对啊，蛮，我觉得很干净哎，很棒。就虽然是比较老旧型的，然后因为这木屋有一点点的潮湿味。对，因为微微。对，微微。潮味。潮味。但我觉得干净就好了。干净很多。哎，这有另外一个门呢啊，小阳台吗？喂、哎。然后前面是泳池 ，OK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去先吃饭，然后2点参加他们一系列的行程。他们这边的行程很丰富，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参加。OK。这是我们的第一餐，就是它这边的配套就是都有包餐点，然后是4餐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还有下午茶。那我觉得以这样配套，其实食物是蛮丰富的，对不对？就是马来菜或是中华料理都有。吃饭，我们的第一餐，美女教授，很美很美。好，吃一下，开心。这边是就是参加活动的中心，你可以来跟他租借各种用具体验。有吗？然后还有一些自费的，哎，还有无人机拍摄，哎，哇哦！ I feel so lucky I met you, and I still can't believe that I get to see those eyes from up there tonight. Swear you must have felt from.
lucky I met you. It's not magical the way I feel when you're walking through. It's not optional. Gravity just pulls me back to you. To you. Mm-mm. Even the dark, they still see light. Even the birds still sing at night. Every word just comes out right when I'm with you. With you, I feel so lucky I met you, and I still can't believe that I get to see those eyes for more than tonight. Swear you must have fell from the sky, and I feel so lucky I met you. And all these broken roses led.晚餐，今天晚上吃火锅。其实我觉得他这边的伙食还 OK， 点料上味，对，漂亮，香，香。就是自助自己拿要吃的火锅，不多，但是该有的也都有，还 OK。然后肉类。Good morning， 这是第二天的早餐，在马来西亚 Nasi Lemak 一定要的。然后也是有一些，如果不想吃这么 heavy， 火腿啊、玉米这样子，还有粥，就是简简单单，但该有的都有。体验的，所以在浅浅的地方而已。
包的那边。最后一个晚上吃火锅，看海鲜拼盘，搭配美景。现在呢，在登嘉楼的机场里面，很小很可爱。然后想说做一个小小简单的结尾给大家。浪中岛呢，我个人是真的非常的推荐。跟工作人员在 WhatsApp 里面沟通，他们接送的安排啊，到岛上的所有服务都非常的舒服流畅。那我觉得他们好像主要是华人在经营。华人在服务业这一块就真的是做得比较好，然后比较细心，你在岛上所有的 service 都可以被安排得很好。我还有一个重点是，因为你去浪中岛主要都是体验浮潜嘛，看海龟出海的这些行程，那所有的教练也都是华人，然后会讲中文，所以你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，你本身就会比较紧张，或者是会比较种遇到比较多状况，你用中文沟通的话就会安心蛮多的。再加上我觉得他们人员真的很细心，然后很照顾每个旅客。像我们一船出去，如果有20个旅客的话，开船的 boatman 啊，再加上浮潜的教练，可能有5-6位，所以他们的比例大概是1:4、1:5。所以一个教练他可以注意到的旅客的话，是可以照顾得很完整，他可以一个人负责4-5个、4-5个这样去看，那会时不时的关心你们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棒、非常加分的一点。我们的 package 是包吃、包住、包接送，包一些简单的出海浮潜，就整个你只要人去了，然后就是放空的参加他们所有的行程。但有一个地方，我觉得要来的人也可以参考看看，因为主要来登嘉楼这边的小岛，主要最有名的是热浪岛嘛。那热浪岛它比较大，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热浪岛大概这么大。那浪中岛大概只是它小小的一个而已。所以热浪岛的 resort 的话，它的设备设施会比较完善，那可以有很热闹。那浪中岛呢，在岛上的设施就没有像热浪岛这么的多。那但可是相对，如果你是喜欢人很少，那安安静静的这种小岛旅游的话，那也是适合浪中岛的。那你喜欢那种很度假风格，然后喜欢热闹的人，就是适合热浪岛。然后还有一个是，你如果来浪中岛的话，你就是 focus 在我就是出海看海龟、去浮潜，然后看珊瑚，或者是你可以体验 scuba 各种水上活动。但如果你是比较怕水的人，不敢下水的，你来浪中岛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偏无聊，因为在岛上做的事情会比较少一点，这样。所以总体而言还是非常的推荐，下次如果有机会应该会再回来浪中岛。